现在，请两位放松。根据你们的第一反应，把问题的答案告诉我。第一题，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一名父母？因为我喜欢孩子。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复杂。姐，你真能留在北京吗？大姨不是坚持让你回上海吗？我才不听他的呢，我已经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聘了，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，而且将来还得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这是我的理想。